大家好，我是小青，今天呢来给大家示范草莓果酱。好，那么六月份的季节马上快要到喽，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加拿大我们的这个草莓呢都会是一个在五六月份收丰收的季节啊。有的人喜欢去农场采摘一些这个草莓，带着孩子一起去玩那么你会采到很多的草莓回来怎么办呢？一下子可能吃不掉，我们可以呢做成草莓果酱。那今天呢我是买的这个是超市里面的新鲜的草莓，我把每一颗呢这个里面的这个根茎都已经用小刀去掉了啊。好，那我们就点击开始烹饪。好，它有说500克草莓去蒂切块，我们把它都加进来。好，516克，你也可以就这样，或者你就多的一点点没有关系啊。下一步20克的柠檬汁，那我就切了半个柠檬，因为20克很少嘛，你就这样它加进去就好了。当然，如果你有做好的柠檬汁放进去也可以哦。但是通常的20克，你用手这样挤一挤就好了。可以用一个叉子把它叉一叉，然后再挤出来。下一步，250克的糖。好，那么草莓呢是比较酸的水果，其实啊，所以我不建议你减很多的糖。250克呢，其实也就还好，但至少呢，你用的都是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比较好的糖哈。好，我们呢可以加到200克。但是肯定就没有你说，哎，我做的这个没有外面超市的好吃，你减了糖了呀，对不对？好，我加到了204克。下一步，用网锅取代量杯，然后盖在煮锅盖上，避免喷溅。好，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东西，是有糖，然后草莓，还有柠檬汁。好，下一步，35分钟。好，我们就直接看这里说选择扭到速度一就好了。我的煮锅盖还没有盖。看一下我上面的这个，拿走这个量杯盖，然后呢，他说的网锅放在上面，那我其实呢是用这个大的蒸锅放在上面会更加的安心。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放远一点镜头，大家看，把它放在上面。好，就开启。好，你看到35分钟的时间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们等一下音乐提示呢，他就已经做完35分钟，再回来看哦。然后这里还有依据个人的喜好稠度可以延长5分钟，所以你的草莓的种类呢可能会略有不同。大棚里种植出来的和新鲜的可能会有不同，然后你可以稍微的加长5分钟，看你想要稀一点还是稠一点点。好，等下见喽。好啦，时间到了，所有的这个都归零了。我们看看下一步。好，测试果酱凝固点，详见要诀。然后将热水浸泡过的果酱瓶擦干，倒入果酱，并且旋即密封。好，然后将果酱倒放10分钟，冷却后再倒回放。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蒸锅哈。为什么我喜欢用这个蒸锅而不是网锅？因为蒸锅和这个煮锅盖它是纹丝合缝的，然后如果你用那个网栏的话，它还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些溅出来的啊。所以呢，点水啊，你看到蒸锅里面会有一点点溅到这个红色的，就是草莓。那你拿去呢，或者你有一个刷子一刷就好了。你看这里会有一些溅到的啊。好，然后来看一下，哇，草莓酱，赶快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到这个稠稠的，我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面，让大家看啊。好，那我有一个这个宜家的这个玻璃罐，所以呢，你不要用这种塑料的哈，塑料的这个盒子呢，当你加了比较热的东西，就不是那么的好。好，把这些倒出来，你可以看到它很稠的，非常香的，就是像外面的果酱。哇哦！刚才在35分钟制作的过程中呢，我就是去吃了个晚饭，所以呢，你看我什么都不用去管它，但是呢，要记得把那个网锅，不是网锅，叫蒸锅放在上面。好了，这个我都不舍得拿去洗，你可以直接加点水，换一个草莓酱的这个饮料啊，或者你加一点点奶。那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呢，我是蛮喜欢带一点点这个颗粒的，草莓的颗粒是 OK 的。如果你不喜欢的，你可以用稍微用速度8什么的打一下，打个10秒钟就好了，它就会成碎碎的了。好，大家学会了吗？放凉了之后，我们可以明天早上裹面包吃喽。好，谢谢大家观看。